好的，兔子洞讲到这边，好，我们继续看影片，来贴过去。爱丽丝在那个整个故事里头，她是不是会一直变大，一直变，就是一下子变大，一下变小，对。然后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会场会布置一个风茶会。风茶会就是，你知道他不是跟那个一堆人那边喝下午茶，喝得乱七八糟。刚刚有看到那段举手，好，谢谢。所以我们会布置一个风茶会，在那个风茶会里面，啊，小朋友有没有学英文？有。这上面写什么 ？Eat me, eat me 是什么意思？吃我。好，吃下去以后，爱丽丝就怎样？变大。哦，可能会变大，可能会变小。好，所以这现场有很多，欢迎来啊，来试吃。好，所以爱丽丝变大变小的部分，我们今天不会呈现，所以你也要到会场，到那个展览的现场才可以看到哦。好，往下 go， 我们再从剧情来看，他掉进肚子洞以后，然后他就开始经过一连串的旅程，那个旅程就一直变大变小，对不对？这一段可快走。变大变小的，你看，喝下它。他当喝下的是毒药，怎么办？这个吧。I was just giving myself some good advice, but. Oh, I got you. Tastes like cherry tart. Pizza. Custard. Pie. Pizza. Roast turkey. Goodness. What did I do? 好，在你，然后直接到那个下一个。好，帮我开灯，谢谢。所以我们会场呢，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小瓶子哦，够勇敢的小朋友就来喝一喝。好不好？那上面有写 "Drink me", OK。然后另外，我们今天也不会玩到的，就先跟大家讲，因为真的有我们那风茶会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拿的杯子都很奇怪。啊，那会有哦。好，很大秀。切到下一个是，好，来，印象中，整个故事里头有一个人讲话很慢。一边讲话又一边吐烟圈，然后哦，是谁？毛毛虫，对不对？好，那今天进到整个教室，有没有看到毛毛虫？没有。你们猜，到时候展览的时候，毛毛虫会长什么样子？好。你想知道答案的话，你一定要来看展。但是我们今天会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毛毛虫吐的烟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好，来，欢迎大家来体验。好，那我们在 set up 这空气泡的过程里头呢，我们先把影片看一下。你看，哦，它又变大，它又变大，哦，变大，变大，变大，哦。我They could learn a few things about. 好，那给哥哥他们 set up 一下那个空气泡。哎，你看，他先看到好多奇怪的烟圈，对不对？这时候爱丽丝变小了，所以他走进那个草丛里头，都感觉上像森林一样，对不对？然后那个毛毛虫唱的歌很好笑，哎 ，I owe you。爱丽丝说啊，我也搞不清楚。好 ，OK， 你们到会场啊，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大毛毛虫躺在一个大蘑菇上面，然后那爱丽丝是谁？就是你们啊，你们就要去那里跟毛毛虫讲话。
那你们跟毛毛虫讲话，如果毛毛虫开心，它就会赏你一个烟圈。好，我们来看一下。哎，你们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看到那个机器内部的装置哦，因为你到了会场哦，都全部都包起来，你都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哦。好，哎，不是要先，好，那就直接 OK。那因为要吐烟圈啊，我们不能教坏小朋友，所以我们自己把这个造烟机做出来，然后就直接造烟，不然不能教你们抽烟嘛，对不对？这不对啊。好，所以。哎，等一下，怎么这样是对着我啊？所以第一发是要对我打，是这样吗？好吧，哎，做老师实在是做的。然后在哪里？这里吗？可以哈、哦。哎，我还是站远一点好了，因为看起来它有点巨大。再转一下。好 ，OK， 好 ，OK， 好，我准备好了。好，三、二、一。我还没准备好啊！你们有没有气喊三二一？看我没有心理准备。哎，刚刚都很有默契了，对，来，大家一起喊来。三二一。不是。哎，这样早，人家造型都跑掉，再次。好，刚刚有谁说没看到了？你没看到？有看到烟圈的举手。乱讲，那圆圈不都打到朱老师啪，然后就散掉了吗？你们想不想看到一个完整的？想。想，好，那我就当不能站在那里，对不对？好，来，仔细看哦。哎，不是要喊三二一吗？三二一。啊，等一下，那个烟不够了，我们凯文哥哥补一下烟。好，来，等一下，好，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啊？来，预备，开始。小朋友站起来要小心哦。来，预备，三、二、一。来，再来，三、二、一。哦，后面没摸到，没关系。再来一个，来，哥哥，你可以连发吗？我就知道这个玩下去没人理我了。哎，做好这个造型好不好？好，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对不对？好，去会场玩个过瘾 ，OK。所以你要不要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来？要，对不对？好，要帮我们宣传哦。哦，我知道，你好朋友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玩到，对不对？好。刚刚那个爱丽丝，她那个毛毛虫，她不是一边吹烟，然后就唱歌，哎呀呦呦啊，你说哦出来这个哦，这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还有 C。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这个空气泡前面不是一个圈圈，它不是挖一个圆圆的洞，如果是挖一个，比如说方的洞，
它出来的烟圈会是什么形状？方的，对不对？对。还是圆的？还是变成圆的加方的？做实验，看看，再一发，来，不用数了，不用数了，再一发，来，看你直接再一发，圆的，圆的，好，这边是我们的见证者，看到的是什么？圆的，看到方的举手，圆的，刚刚谁说的是方的？我们对他打一发，我说的，你说是方的对不对？我要，对不起，朱老师讲错话。来，哎，不能昧着自己良心讲话。现在那个挖一个方的洞，可是我们刚刚打出来是什么？圆的。圆的。我们要感谢所有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所以拜托小文哥哥跟汉尊哥哥，全场全部扫一遍。哇！各位小朋友，好，开始喽。好，停。来，我们先。好，这只是谁？它有一个名字，你有看到吗？好，可不可以？哦，中文叫妙妙猫。好，我们书上如果大朋友看的是书的话，上面是写才俊猫。反正不管它叫妙妙猫还是才俊猫，它很奇怪，它哪里很奇怪？可以隐形。你说。它可以隐形。它可以隐形，还有呢？身体会怎样？身体怪怪的啊，是这样，太胖了吗？还是你说身体会结体？身体会结体哦，那这很恐怖。你说会变，而且会头拔拔掉，还会哦，头拔掉还会讲话。好，哎，我把它翻成文明一点的说法。来，谢谢，谢谢放下。就是这只猫很奇怪啊，神出鬼没。哎呦，你看，宋老师讲的果真是大人说的话。什么叫神出鬼没啊？每次出来呢，讲话讲到一半就剩下头，有时候只剩下一排嘴巴那个牙齿，有时候那个尾巴又不见，有时候身体不见只剩头，对不对？乱七八糟的，这只猫很奇怪，对不对？好，那这只猫的故事，我们待会会搭配今天的 DIY 活动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呢，我们再往下走，那个板号停这边。大家知道那个整个故事里头有一个皇后很坏，在哪里？我很喜欢在她旁边，我很和善，因为跟她比起来我都很和善。好，来，这个红心皇后她很凶，对不对？所以她的园丁哦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她吓得要死，很怕被红心皇后杀头。刚刚有看小影片的小朋友跟我说，她做错什么事？园丁啊，花园的园丁做错了，你说？对，他种错花了，他把红玫瑰种成白玫瑰，因为他是红心皇后，当然种红玫瑰啊。结果他做一个白玫瑰，那怎么办？那他们怎么解决？他就那边刷油漆把它刷成红色，对不对？红色还要纠正妈妈的，好，谢谢，你要讲什么？哦，好，那段我们这次展览没有展，下次有机会我们会展览。刚刚谁举手要说话？没有哦，好。所以他种错了玫瑰花，种错玫瑰花。来，刚刚抽签有抽到是白玫瑰花的小朋友，来，请出列。不好，你抓到我了哈，来，看一下。哎，朱老师随便照一下，就变色了。哎，小朋友，你们刚刚手上有三种光，自己选一个，看你哪一个光可以让你的玫瑰花变色。
蓝色的，蓝色的。好，小朋友好聪明哦，每个人都已经选到了。我们总共有三种光，一个是红色的镭射，就是镭射只是比那个红光，另外一个是白色 LED， 还有一个就是含有 UV 的，这个小朋友现在正在照的，可以照出紫外光的光源。哦，大家都这么努力啊，这么多人努力还没有办法让整株玫瑰花变色，对不对？好，来，小朋友们，来，朱老师问你们一句话，来，你刚刚做完实验，你照的玫瑰花有变色，举手。哇，成功，谢谢，那把笔还给我，请回座。来看可能哥哥帮你们准备的是什么？哇，哦，我变一只这样，我变哪只？啊，加油，加油！啊，我要闪的，因为我很怕紫外线。等一下晒黑怎么办？好，来，我们是不是要请这两个小朋友帮我们帮把这整株玫瑰花给它变色一下，好不好？好了，来，好了。我好，请帮我们 take 那个。有没有变得很快？你仔细看，照久一点它就会变得更红，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现在面对你们的那边已经都变红了？假玫瑰，真玫瑰，它是变色玫瑰。好，小朋友，请回座，请不要激动。好，谢谢，来谢谢他们，谢谢，来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希望你还记得刚刚玫瑰花是什么颜色，你先看一下。我们照的还不够久，所以它还有一点粉粉的，有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照的更久，是不是就会变成红色的？那我们刚刚用的光叫做紫外光。紫外光为什么会让这个花变色？待会一起讲。刚刚抽到红玫瑰的小朋友注意，你会发现我种的其实是白玫瑰哦，好不好？OK， 好，开始了。它其实是白的哦，我证明给你看哦。你们都不要动哦，我知道你们都会激动。来，老师先做一下，看我怎么做实验哦。摸一下。哇，好厉害哦！手上。哈哈，其实我就是那个卧底的园丁啊。叶子没有变色，对，花才会变色。我看不下去了。好，对，来。哇，没电了。哇！哇！你看，它只要一热就怎样，身体一热就变成什么颜色？哎，我好累了，谢谢。那我要去。好，来，欢迎大家先回座。